你完全没错啊！简洁有力，简洁有力，好不好？太混了，不偷台前。哇哇！盖大师，好猛啊！这谁盖的吗？这我盖的，这我盖的。哇！超猛，超酷的！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他的梦想的确是成为神奇宝贝大师。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这个，他迟早可以拿到，好不好？梦想没了没了，阿罗拉没了没了。戒之后有机会，送礼物，太崩溃了。为什么阿里要出这奇怪题？我要成为巧克力，对吧？要出什么？成为巧克力。这谁盖的？我盖的，我盖的，很可爱、欸。看到后面的红砖头，你还猜不出来是我盖的吗？他后面很棒哎、欸，你看灵魂一笔，可以可以，可可到一个可可，真的哎、欸，后面盖的是灵魂一笔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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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可可到为什么放不了可可到？我有帮你拿巧克力在手上。哦，巧克力，巧克力，太神了！哦，这好可爱、哦！哎呦，这谁盖的？哎、欸，连出眉毛都有盖、欸，哦，是吧？繁星盖的。哎、欸，其实我刚刚忘记跟你们讲，我阿比的头上也有帮他做圆形凸、欸，哎、啊，回去看吗？回去看，回去看，回去看，圆形凸，圆形凸，哦。哎有哎、欸，关键的圆形图哦，有啊，阿妹，你看你的头，你的头顶，我刚才看到繁星，他盖圆形图，我才想到，真的真的，好细节，好细节，细节细节，有细节就有分，有细节有分，狸猫的叶子变身术。对啊，头上放叶子、啊，为什么头上放叶子啊？这个、啊，变身啊，变身啊，哦，哎呦，有不错哦。最后这个是加丑，真的吗？你万一阿纪这个什么？阿纪可以再问一下，为什么我长这样吗？为什么我长这样？变身啦！截图截图啦！截图截图，见面那么多次，你觉得我长这样是不是？哦，这可以放封面了吧？截图截图，我挡我挡我挡，满分满分，满分满分。为什么阿比手上有个台湾？叶子阿比阿台湾台湾找巧克力啊？满分满分，100分100分。快接封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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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胖了，对不对？太好了，正面没了、欸，压轴哎，快死了，太好笑了、哦。九级大家可以回去看呢、欸，特别平啊，哦，哇，这个阿比没有原型图，分数哪里看、啊？放一下，我觉得其实分数他也没有在。没有在评论，不要再拉我加那个啦。我帮你加圆形图了，他才不是圆形图嘞。啊，好累啊！好好，那个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我们也跟着在，没有在 care 分数多少，对啊，真的，嗯，我垫底耶，最不应该垫底，所以盖的太认真，你盖的这么好，是不是得错分呐、啊？应该还是最高，也不对啊，这样骂到你，我觉得一二名没错，第最后一名有问题。这个不要自肥了，不要自肥了啊！还是你刚应该是第三名跟最后一名交换，他可能给的怪怪的。还是你一直夸狂刷光碟也会有差，会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而且他猜题和那个猜题和盖好像都要丢光碟，对不对？好像是不一样的分数、嗯。我觉得要不要用巧克力实在太棒了。嗯，光这个巧克力就够多分了。嗯，大家可以投票哪个建筑大赛版本？这一张还是自己的？还是你们要换回来原本的？都可以。你有 1.13 版另一个，就比较单纯。这个谁盖的？它没有显示。对，主要它谁盖没有显示比较麻烦。对啊，可惜一点，这一点比较可惜。嗯，我们先换回原本的。换回原本的。它应该谁盖的要显示，然后。
分数是大家每个人都评好，他就自动到下一个。对啊，这样会比较好，没有问题。对啊，猜一下。而且我觉得猜好像不用评分的，他可能想要让你觉得，哎、欸，猜的厉不厉害？哦，哎、欸，嗯，这里是哪里？这是哪里？生存了啊！开始生存了，生存了吗？原来 Billy 要自己用生存盖啊！哎呀，先收集三小时盖不完哦。那还什么都还不能进去啊？你们怎么进去啊？没得马上他秒关了，我也还进不去。我们只好先欣赏一下这张。我刚截图的嘛。哎、欸，截图很棒哎、欸。很棒哎、欸，我觉得我截得很好，我连箭头都截进去了，人生新高度哎、欸！你怎么发现的啊你？你说什么东西？那场景你是怎么盖出来的、啊？怎么会这样发现？刚刚在搜寻、啊，怎么发现是什么意思？怎么发现好像就真的我的真面目这样？平常看到你怎么发现可以这样盖的、啊？我刚刚在搜寻的时候，嗯，这什么脸好可爱啊，就把它借用一下。超好笑啊！我终于知道那个长很像什么，好像呆河吗？呆河。可是我觉得它比较像那个哎、欸，不是，可是多两颗牙。任天堂的星星吗？有了。哦、oh, ，那个星星，我觉得很像午夜后宫。你才星星，你才呆河嘛。呆河很可爱耶。对啊。大陆有什这是另一张。哎、欸，这好像1.13一样。这是上一次的哦。有印象，有印象，这有印象了。哦、oh, ，有。这个就是有哈记头在里面的那一张啊。哈哈哈！哈哈。还有，有。那个哈记的头就可以不用盖，先拿着一点。那我先分一下。分一个。哎、欸，分着用。欸拿三个差不多了，盖三次用三个，反正他进去会清掉身上所有东西，不是吗？啊，先带来，先把它藏起来，等下吃一过来拿。不，放在中介箱，放在中介箱。好，提供。哎呦，聪明。这里面，中介箱在哪里？没有，这里有。好，太好了。那是不是应该每个人都投入了一下啊？三十。好好好，哎，要什么题目？要什么题目？等一下，那个头，那头。等一下，这个箱子里面，你还没确认呢、啊。等一下，怎么等我？等我的头。嗯嗯。啊，等一下，小雨的头为什么是没有改变的？嗯，我看有啊。我的没有哎、欸，有很可惜，我看有，那你就看史蒂夫就是小雨了。嗯，其实小雨就长那样子啊，你忘记了吗？啊，哪个样子？哦，我现在很不确定别人在你眼里面长什么样子。哎、欸，巧克力的不需要，巧克力的放进去、欸，巧克力有的没放进去。哎、欸，被清掉了，清掉了，再一次，好，哎、欸，不行，这一次，再一次，哎、欸，有了。在干嘛？有人报告了，他清除256，继续再给，358、256啊，不用这么多颗啊！耶，那等。哎呦，我不要戴你的头，好恐怖！对，小雨头是爱丽丝。哎、欸，那个题目，看我的是正常的。题目还有什么？想一下，嗯。嗯，哎呦，好恐怖！你干嘛啦？你干嘛打我？你要拿小雨？不用拿我了，不用了。那头感觉变大了。小雨的也可以的。嗯。哎、欸，我们每个人都被带了。对啊。Oh, we have pain. 好坏哟！我好棒！好了，题目，想题目，观众，观众。
观众观众观众，靠你们了。嗯，题目有一观众说那个参加婚礼要准备什么？哦，钱啊，200块啊，600块啊，钱啊，钱啊，参加求婚的方法，求婚的方法，参加朋友的婚礼要带什么？梦幻婚礼，这更多钱，要准备气球，猫砂，很多钱，气球，气球，为什么没有气球？没有气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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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个吹的，那个吹袋子很屌哎。不是可以再求一次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以提供方法、啊。两百个啊！不要不要，的礼金都要双数、单数、啊。嗯，对啊。为什么要出现团团？哎、欸，我的团团没有，没有马上显示，还是史蒂夫团。咦、欸？那有时候好像不知道是 bug 还是更贵的。跨博不会马上显示，那可能刚好换 skin。在偷拍片，嗯，那就被抓到。刮胡泡跟免洗盘，所以怎样？我们要什么呢？什么呢？出一个盖比较快一点的好不好？可以。你出去了。哎哎哎！是中了，是中了。要这样，有没有什么题目可以盖比较快一点？很难呢、欸，就快一点的、哦。对啊，我刚才那一题盖太久了，太久了。接下来要加班呢、欸。没关系，接下来我们调那个设定就可以了。嗯嗯嗯。时间。调设定，设定，设定。那个会强制传送哦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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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强制多少多少时间？正在调300，我们先想600差不多吧，600吧，600最长600这样子，600，嗯，什么？我们要先想好，他没有，对啊，没有题目，等待都有，出题等待时间也有哇，嗯，先想好，先想好，多调600，猜，我想想看，都可以，猜题要600吗？哦，先调，对对对，最喜欢的电影。好像盖过了，电影不是盖过，有盖过了。电影相关有最喜欢的动画也有盖过了。希腊婚礼相关这还不错啊，结婚的方法啊，参加婚礼要结婚的方法，惊喜，结婚的方法，求婚的方法，结婚方法应该很少吧？对不起，嗯嗯嗯那个方法我觉得很难盖啊，那个现实一定盖不完啊。对啊，嗯，还是就是要盖不完才有趣。也是呢，你都东缺一点西缺一点吗？对啊，盖完新郎就不见了。好啊好啊，要来就来啊。好，或者是那种求婚最怕遇到什么事？没有气球，大家是不是撞题？大家都没有气球，大家都没气球。那个烤肉火忽然升起来，有吗？还在烤香肠，忽然发炉，有没有？祖先有暗示，所以我们就是现在就帮。那个盖都随便啊，都可以啊。气球梗不懂，去看秋风的那个啊。气球梗，真人实况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。我不影片，最近都。你 Google 一下就有了。反正有现实嘛，这求婚最怕遇到什么事？感觉这盖不完也、啊、就很八七。好啊，好啊，来啊，来啊。感觉会那个拒绝求婚不算，好不好？拒绝不算啊，拒绝不算，其他的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，好难哦。我觉得也是很会装题。怎么开始啊？对啊，你们不会都什么学那些东西吗？在场有人体验过的，只能他自己出题。
这样就可以不会跟他讲好不好？不然你们想说你梦想求婚场景是怎样好吗？梦想求婚地点吗？梦想求婚场景，对啊，地点吗？有梦最美嘛，对不对？梦想跟现实都会啊，有人就没梦想啊。对哦，对啊，没梦想怎么办？没有梦想。所以题目是那个梦想的求婚场景。梦想的求婚场景，梦里这样可以吗？哎、欸，你们都已经在那里吗？我在里面了。对啊，在里面了。嗯、所以我要自己找位置。你们是没有进，因为我按了、啊，然后就没有。那应该是这一只吧？有左之右嘛，每个人都有了。啊，可是他自己找位置，好遥远哦。等一下，你会不会进去的时候不会那个、啊？好，我那个最左最右都命一下就可以了。好了好了，有要限字数吗？不用，不用不用不用。你说梦想求婚怎样？的场景。的场景。哦，好好。哎呦，梦想求婚的场景不是结婚哦、啊，是求婚的场景。求婚的呀。嗯。哦，男生被求婚，哎、欸，对，小雨、阿比，嗯，是你们要求婚哦，不是你们被求婚哦。我们跟要求婚啊，对啊，所以你们要求婚没有啊？是场景呢，你被求婚或我被求婚，那个也是场景。那、哦、我去问他，你想对我求婚吗？求婚的场景哦，哎、欸，这个应该是第一只猪，这个多梦幻啊哦，对不对？我这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，完全没想法，没想法，我也没想法哎、欸，好惨哦、喔，怎么可以这样问单身的人？可以说不是女孩子，你要浪漫一点。我就想要不要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小雨，那我教你结婚就好。好了，多几个字好不好？在你说的是结婚是求婚呢、啊？不一样啊。在银行金库被求婚。盖到死。我们两个是要讲完要去走路了，是不是？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强制传送要六。六百秒，真的，你们赶快想啊！哎呦，我想不到哎。620秒，好难想哦。嗯，召唤峡谷。好，又发现对方开麦是男神。